求拿教会两姐兄弟，大家安息日平安。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啊，树林弟兄、树林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让咱会得堂来聚会敬拜神。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聚会敬拜神。咱今年度也已经过了一个月啊。今年度已经过了一个月。其实无外久以前，大家要伫遐咧欢喜跨年。没多久前，大家还在开心的跨年。即马阁过了一个月啊。现在又过了一个月哦，过无两礼拜，咱就是要过年哈。再过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要过年了。咱伫台湾哈，咱的农历年啊比较气氛啊较浓厚哈。台湾的农历年过年气氛比较浓厚。哦啊，日子一日一日，一年一年的过。日子一年一年的在过。啊，咱有真侪爱去思考的所在。有很多要去思考的地方。啊，咱树林教会即马咧建堂，树林教会现在在建堂。伫即个真侪挑战的即个大环境之下，在很多挑战的大环境之下，咱嘛是爱继续往前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咱基督徒的人生除了是肉体的一种征战以外，基督徒的人生除了肉体的征战，咱更加有一种属灵的征战，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咱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啊，爱有一种觉醒。所以我们对于属灵的征战要有一种觉醒。觉醒就是讲爱你爱发觉，觉醒就是你要发觉，并且爱醒悟，并且要醒悟。发觉就是讲你爱意识到属灵的征战是正伫咧进行。发觉就是意识到现在属灵的征战在进行。咱若无发觉讲啊，即马是有属灵的征战咧进行的时阵，若我们没有发现属灵征战在进行的时候，咱真容易啊，就不知不觉啊，中着魔鬼的诡计。很容易不知不觉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咱爱随时啊，有一个属灵的敏感度。我们随时要有属灵的敏感度啊，因为魔鬼是稳重的，因为魔鬼是隐藏的啊。过去咱早期真道传来台湾。早期真道传来台湾的时候，这个神迹奇事显明，神迹奇事显明啊。当时的信徒嘛比较较单纯，当时的信徒比较单纯，所以即个属灵的征战真明显，属灵的征战很明显啊。教会的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嘛真多，教会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很多，因为迄个时阵大家人的普遍的教育程度无遐尼高，因为当时的人们教育程度普遍没有那么高，都是大概较农业型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社会，大部分都是农业型的社会大家人生活作息都较单纯，大部分的生活工作比较单纯所以主就用这个神迹奇事来坚定大家的信心。所以主用神迹奇事来坚定大家的信心。咱的教会就是安尼行过来。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咱唔是干呐活伫神迹奇事内面俩。当然，我们不是只活在神迹奇事里面。咱爱当时活伫神迹奇事圣灵甲真理内面。我们要活在神迹奇事的圣灵跟真理里面。这几十年来，因为咱的社会进步教育普及。数十年来，我们科技进步教育普及所以大家人都可以受很高的教育，所以大家都能受很高等教育很多人也很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很多人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这款的思考能力，不过这样思考能力如果被圣灵跟真理来引导，若没有圣灵跟真理的引导如果顺服在真理跟圣灵的锻炼之下，没有顺服在圣灵跟真理的带领之下，就很容易中到魔鬼的诡计，就很容易中魔鬼的诡计所以现代的这个信仰生活，现代的信仰生活除了肉体的一种考验以外，除了肉体的考验还在一种是属灵的考验，另外一种是属灵的考验就是心灵的考验，就是心灵的考验信仰知识思想的考验圣灵知识的信仰知识的考验，这是咱现代人必须爱封闭的啦，这是现代人要防备的因为魔鬼伊嘛改变伊的手段，
因为魔鬼也改变他的手段。伊啊，正安尼啊，进入这个变啊，变千变万化了。他千变万化，所以咱也无一个啊应变的一种机制。若我们没有应变的机制，真容易啊，就啊被魔鬼来啊挑战来失败，就很容易被魔鬼来挑战，进而失败。所以咱对这场属灵的竞争啊，爱啊爱有一种发觉。并且要有一种醒悟，我们对于属灵的征战要有发觉并且醒悟。醒悟就是讲爱要安怎来应对，醒悟就是要如何来面对。这亲像《以弗所书》遐甲咱勉励啊，这如同《以弗所书》跟我们勉励的。咱请看《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节，第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新约圣经274页。新约圣经274页。六章第十节。六章第十节。我还阁有末了的话，恁着爱靠着主，依赖伊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十一节，着爱穿伫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会当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因为咱并毋是甲属血气的咧征战。咱是甲遐个执政个、掌权个、管辖即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个恶魔征战。遮啊，保罗咧甲咱勉励。这边保罗勉励啊，讲爱靠神啊，做一个啊刚强个人。要靠神做一个刚强的人。因为要甲魔鬼来征战。因为要与魔鬼征战。毋是靠咱家己个力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爱靠神个力量。要靠神的力量。因为魔鬼有真侪诡计，因为魔鬼有很多诡计，咱爱甲抵挡。我们要抵挡啊！要安怎抵挡呢？要如何抵挡？爱亲像雅各书四章七节所讲，要如同雅各书四章第七节所说，爱亲近神，要亲近神，爱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魔鬼才会逃跑去啊！魔鬼才会逃跑。魔鬼是咱唯一的敌人啦。魔鬼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所以咱爱。跟他抵挡，所以我们要与他抵挡。先认识魔鬼的性质是什么？魔鬼的性质是什么呢？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呢？他的本质也是属灵的啊。他的本质也是属灵。就是说我们用肉眼看不到他啊。就是我们要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却是隐藏起来。但他却隐藏起来。在暗中在施行各种的诡计。在暗中施行各样的诡计，正如这所讲的啊，如同这边说，咱并不是甲属血气的竞争，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属那是甲遐个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竞争，乃是那与那些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魔鬼是属灵气的恶魔啦。所以魔鬼是属灵气的恶魔。伊若予咱看到，咱看会到。他若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会看见。所以有一挂人都看到鬼啊。有些人会说看到鬼。无信主的人看到鬼就惊甲要害去。未信主的看见鬼就很害怕。但是伊若隐藏起来，咱感觉袂到啊。但他隐藏起来，我们感觉不到。真侪暗中的这个攻击啊，就是安尼来施行出来。许多暗中的攻击就是这样施行出来。所以，尤其伊要破坏咱甲神的关系。尤其他要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用各种的手段。用各样的手段。无论是正面的攻击，不论是正面的攻击，是暗中的陷害，或是黑暗中的陷害，拢值得咱来防备哦。我们都值得来防备。拢有一句话，咱拢捌听过啦，吼。有一句话，我们都听过。讲明枪易躲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啦。暗箭难防。过去，魔鬼会破坏咱的这个手段。过去魔鬼破坏的手段，大概拢是用正面的攻击。大概都是用正面的攻击。所以，大多讲到咱早期教会传来台湾足侪人因为犯邪来信主，来得到医治啊。早期真道传来台湾的时候，有很多人犯邪，但是他最后都得到医治。记得细汉伫教会看到遐中级团队咧赶鬼。小时候看到那些教会长子在赶鬼。足有权柄啊了。很有权柄。
哎，有诶，安尼叫魔鬼附身啊，烧甲真厉害。有些人被魔鬼附身，疯得很厉害。但是出来教会哦，啊，大家帮助祈祷。带来教会，大家帮助祷告。啊，这个团队啦，啊是就是中级吧，带领信者大家来赶鬼吼，啊这鬼啊，连咪都赶出去啊。传道长子带领教会信徒一起赶鬼，很快就赶出去了。神迹奇事真明显，神迹奇事很明显。啊，但是现代咱唔是讲啊，无这款的神迹奇事哈。但不是说现在没有这样的神迹奇事，也是有这款的神迹奇事，一样有这样的神迹奇事。但是啊，有时阵爱赶真久才赶会出去，有时候要赶很久才赶出去。亲像耶稣在传福音的时阵，如同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鬼啊为人赶鬼，哎，这个门徒为人赶鬼啊。门徒为人们赶鬼，哦啊，有的鬼却赶不出去啊，有些鬼却赶不出去。回来啊，主耶稣就给因啊，算作严严的勉励了哈。回来之后，耶稣严厉的勉励他们啊，讲恁总所爱有信心啦，你们总要有信心。啊，有的鬼是爱靠着禁食祈祷啦，哈。有些鬼要靠禁食祷告，那无赶不出去啊。若不这样，赶不出去。所以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哎。即马咧赶鬼，诶，这个，诶，这个效率敢那较无较早遐好安尼。现在会想说，赶鬼的效率好像没有以前这么好了。哦、其实啦、啊，这是魔鬼蕴藏的手段。其实这是魔鬼隐藏的手段。因为咱即马现代精神医学嘛比较发达。现在精神医学也比较发达、哦啊。所以魔鬼就用较蕴藏的手段。魔鬼用比较隐藏的手段。哦、明明是正常人。明明是正常人，啊、就让你忧郁症，啊，就会让你忧郁症，啊，就无多让你躁郁症，或是躁郁症，哦，看起来是啊生理的问题，看起来是生理的问题，哦，啊，嘛是压力的问题，也是压力的问题，哦、嗯，啊，都唔是亲像过去讲安尼精神失常啊，不像过去这样精神失常，哦，无遐明显哦，没有这么明显，都是让你啊安尼精神受到打击。但是让你精神受到打击、哦，让你不快乐啊！让你不快乐，明明都无什么烦恼的代志，明明没有烦恼的事，是讲小块代志，或是一些小事，让你安尼长时间无快乐，让你长时间的不快乐，烦恼东烦恼西，烦恼东烦恼西，啊，安尼慢慢啊，给你侵蚀你的灵性，慢慢侵蚀你的灵性。啊，那信心较无好，如果信心比较不好的，无发觉这款魔鬼啊，长时间的一种。啊，这个攻击啊，没有发觉魔鬼这个长时间的攻击，啊、就容易啊落在这个陷这个网络里边啦，很容易陷在网络之中。哦、所以咱来明白哦，魔鬼的手段嘛在改变。我们明白魔鬼的手段也在改变。咱即马咧讲这个啊肺炎的病毒嘛是咧变种啊。我们现在这个肺炎的病毒也在变种。哦啊，疫苗好不容易好参就发明出来啊，疫苗、啊、好不容易发明出来。欸但是我给你变种啊，但它又变种了，让你安尼防不胜防啊，让你防不胜防，感觉足头痛，让你觉得很头痛，这都是咱来去面对的，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魔鬼的属灵的攻击就是安尼，魔鬼属灵的攻击就是这样，随着时代改变哦，来改变你的方式哦，它会随着时代改变，改变它的方式。就如这所讲的啊，如同这边说的，讲哦磨难的日子啊，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这就是讲，这个战争是久长的啦，就说明这战争是长久的。哦，啊，佮讲到精神吼，这个十一、十二节这细字的吼，精神讲叫做摔跤啦。哦，啊，十二节的小字又说征战是摔跤，摔跤唔是远距离的一种精神哦，啊，不是远距离的哦，摔跤不是远距离的征战，是。那亲像莫做伙伫遐咧修宴哦，啊，就是抱在一起在摔跤哦。那用俗语来讲，讲啊，叫肉搏战啦，吼。啊，用比较一般的话来说是肉搏战。所以咱来明白啊，属灵的战争。我们要明白属灵的战争。魔鬼的征战啊。魔鬼的征战是近距离的征战。是近距离的征战。哦，咱甲魔鬼离无真远啦。我们不会离魔鬼很远。哎、欸，魔鬼啊，伫咱的生活当中啊。魔鬼在我们生活当中，敢那随时要找咱修宴同款。要随时找我们摔跤一样，哦、所以吼、哦，有时阵，予你安尼要闪了，闪袂离。有时候要躲避，还躲避不了。哦、并且这款的征战哦，不是讲啊，争一个都输啊了。并且这样的征战不是战一下就结束。爱有磨难啦。
啊，是要磨难。磨啊，就是不是磨一届尔，磨足久的。磨不是磨一次，是磨很久。啊，佮含将你含伫苦难内边啊，并且将你陷在苦难之中。所以我们要明白，魔鬼的征战是咧甲咱修炼哦。啊，是在跟我们摔跤。啊，并且是有时阵是持久战啊，有时候是持久战。咱要有这款的意识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也要有这款的感觉啊，也要有这样的感觉，更加要有这款的警醒，要有这样的警醒，咱才有法度靠神来镇压魔鬼啊，这样才能靠神战胜魔鬼。所以去甲咱勉励讲，咱属灵嘛要武装起来。后面勉励说，属灵也要武装起来。接着咱这个圣经吼，边有一个图吼，这都是罗马兵丁的这个配备啊。圣经这边有一个图是罗马兵丁的装备图。保罗就用当时伊看会到的这罗马兵丁的装备。保罗用当时他看得见的罗马兵丁装备。这物质的装备啊，来讲到属灵的装备。用物质的装备来阐明属灵的装备。讲爱穿伫神所属的全副军装。要穿神赐的全副军装。什么是神所属的全副军装呢？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十四节开始的。十四节开始，我们来看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都要站好稳哦，用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加胸。十五节，又搁着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行路的鞋穿伫脚。以外，又搁爱摕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遐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刀，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祷方、祷方、祷告、祈求，并且爱伫遮敬虔无亚心，为众圣徒祈求。你看，保罗伫遮讲出啊，至少大概有六种的这个武器啊。保罗在这边说到至少六种的武器：真理、真理、公义、公义、福音、福音，啊，佮讲到信德，还有信德，佮叫。讲到这个救恩，还有救恩哦，啊，这个圣灵，还有啊圣灵，六种，六种，啊，这六种就是属灵的武器啊。这六种就是属灵的武器。讲到爱有真理啊。说到要有真理，真理束腰啊，真理束腰。什么叫做真理束腰？什么叫真理束腰？咱一个阿兵哥也好，还是讲咧搬物件的人也好啊，你这个裤头一定爱吹好硬。若是一个军人啊，或是一些搬东西的人，你这个腰带一定要束紧。那无你干那冷裤都冷袂赴啊，你要安那个搬物件，要干那工作？裤子没有穿好的话，这样怎么工作呢？所以咱基督徒嘛是同款。基督徒也是一样。咱的裤头爱吹好硬。裤头要勒紧。这个束腰就是一种仆人的打扮，准备要做工啊。束腰就是仆人的打扮，准备要工作。军人就是准备要征战啊。军人就是要征战。咱咧做过兵的兄弟拢知影吼。当过兵的弟兄都知道。这个班长拢会检查你的服装仪容。班长会检查服装仪容。明明你 S 腰带都卡甲吹真硬啊。明明你的 S 腰带已经用很紧了。又来讲哇，拳头要甲你伸来讲，你看松垮垮的。他拳头伸下去又说这松垮垮的。再往前一格。还要再调一格。你得搁调整吼，咱吹甲真硬。还要再调整，把它弄紧。当然嘛，袂使吹伤完啦。当然，袂啊，怎啊拢袂喘气咧。当然也不能用太紧，不然不能呼吸。所以咱爱有束腰带，属灵的腰带就是咱的真理。所以属灵的腰带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咧甲咱约束咱的啦。真理是在约束我们。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讲的。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信主的人必须爱有真理啊。信主的人必须要有真理，咱才会当发挥力量啦。这样才能发挥力量。咱西方有一句话讲，知识就是力量啊。西方有一句话，有一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咱经济不是一直拼吼，即马讲也有一种叫做这知识经济啊，吼。我们一直拼经济，然后现在还有一种知识经济，就是讲你发挥你的智慧来赚钱啊，就是发挥你的智慧来赚钱。所以即马足侪人拢靠智慧来赚钱。现在许多人靠智慧在赚钱，当然有的人靠蛮力在赚钱啦，有些人靠蛮力在赚钱，有的是努力，有的是劳心嘛。有些是劳力，有些是劳心。有地聪明智慧，那发明一项物件吼，哇不得了，摕到专利吼，哇，
坐伫厝内就开始等钱入来啊。所以有聪明智慧发明一样东西，有专利啊，这样钱就进来了。知识会当带来真大的价值。知识带来很大的价值。咱今仔日信主的人，咱属灵的知识是啥物？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属灵的知识是什么？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啊，就是神的话。所以咱来活伫神的话内面啦。我们要活在神的话之中。咱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十三节。新约圣经335页。新约圣经335页。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所以都要约束恁的心，原文做束上恁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所要带来给恁的恩典，才讲到爱约束咱的心。这边说要约束我们的心。十四节佫讲爱做顺命的儿女啊。十四节又说要做顺命的儿女。什么叫做约束咱的心？什么叫约束我们的心？才讲原文讲的束上咱心中的腰啦。原文说束上我们心中的腰。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心中的腰爱佮束起来哦。所以心中的腰要束起来。就是爱约束咱的心。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啊，要约束咱的心。要如何约束呢？用真理来约束咱的心。要用真理来约束。行事做人，爱做顺命的儿女。行事为人，要做顺命的儿女。爱被真理来给人约束。要被真理来约束。就是爱顺服真理的教导啦。要顺服真理的教导。不是凭着家己的想象。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嘛不是凭着专家的这个指导。也不是凭着专家的指导，因为属灵的征战，唯一的指导原则啊，唯一指导原则都是真理啊，就是真理，就是圣经神的话啊，就是圣经神的话。熟练这个仁义的道理，我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啊，才会当让咱产生力量。仁义的道理才能让我们产生力量。就是讲，即马啊，看咱即马看网络吼，知识啊，哎，这个资讯啊，足发达的吼。我们先来看网络资讯很发达。啊，咱过去讲查经哦，咱拢是听传道咧讲，啊，那无就是看咱教会出版的这些查经的册。啊，过去查经不是听传道长子在讲，就是教会的刊物。哦，啊，即马吼，那你若要查这些资料吼，网络 Google 类吼，哇，足多的通啊，互你去看，看到互你眼花缭乱。网络搜寻一打下去哦，就很多资料可以看哦。啊，是唔是讲资料愈来愈多哦？安尼就好啊呢，安尼就正清楚啊呢。啊，不是说资料越来越多这样就好了哦。咱有一句话讲，尽信书不如无书了。有一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哦，圣经的话咱来相信无不对。圣经的话我们要相信，没有错。那咧解经的册吼，唔是大部分拢相信。解经的书。并不是每一本都可以相信。不是咱教会所写的这册。尤其不是本会所出的书。哦，特别针对解经的部分。特别针对解经的部分。有的拢解释错误。有一些解释错误。因为无圣灵的指导。因为没有圣灵的指导。所以无圣灵的因果跟亮光啊。没有圣灵的荣光。恩高跟亮光。恩高跟亮光。所以就凭家己的研究跟想象，凭自己的能力跟想象，研究跟想象，研究跟想象。咱即马教会有一挂青年嘛是安尼，现在教会的青年也是这样，有的就是凭家己的想象，有一些凭自己的想象，啊是凭家己所揪到的资料，凭着自己所找到的资料，啊嘛无加分辨，没有分辨他，无去加查考，没有查考他，真容易啊就解释错。很容易解释错误，这是咱即马爱面对的危机啦。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危机。你若无用真理来束腰，如果没有用真理束腰，你这个腰垂袂起来，这个腰勒不紧，或者是讲腰带吼失去作用啊，或者腰带失去作用，你就无得发挥真理的力量呢。这没有，这就没办法发挥真理的力量。这是咱特地去防备的，这是值得去防备的。圣经甲咱讲啊，圣经说，爱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要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嘿，正义就是正确的意思嘛。正义就是正确的意思。圣经不是将咱的意思读进。读圣经不是将它的意思读进去就好。爱将这个意思读出来。要把这个意思读出来。原来意思是在教导咱什么？原先的意思是在教导什么？咱咧看圣经，不是咧看小说。
我们看圣经不是看小说，不是在评论一个戏剧，不是在评论一部戏。有人看圣经就是在评论，不是在评论一本书的啊。有些人看圣经就好像在评论一本书。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这个意思是这样哦。我觉得这句话意思要这样。那是说一种神的话，一种分享。若是一种神的话分享。还是说生活的这个感受的一种分享。或是生活感受的分享。当然可以造就人，这就很好啊。当然造就人很好。但是那是这个黑白分明的这些道理。若是黑白分明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说教义的部分。我们在说教义的部分。教义的部分是黑白分明的。教义部分是黑白分明的。不能说我的角度是这样，我就照这样看。他的角度是这样，照这样看。并不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去看。因为这是黑白分明啊，这是教义啊。这是黑白分明，这是教义。甚至说跟地球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一直强调真耶稣教会。五大教义。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十大信条。十大信条就是包括五大教义了嘛。十大信条已经包含了五大教义，还有十条诫命，还有十条诫命。这是咱信仰的根本道理啊！这是信仰根本的道理。敢那是咱去一间厝的一个条件同款啊，就好像就是盖房子的根基一样，咱的根基同款啊。如同根基一样。咱这唯一的根基啊。我们是唯一的根基。主要说，正如保罗所讲的啊。如同保罗说的，咱是唯一的根基。我们是唯一的根基，根基就是基督啊，根基就是基督。所以一间真正的教会啊，一间真正的教会，就是要建立在基督的身上，要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就是圣经神的话，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这是袂当用你的角度来解释啊，这不能用自己的角度来解释，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啊，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解释。长久以来，真侪教会就是。用自己的角度，用人的意思来解释。有许多教会用自己的角度，用人的角度去解释。所以洗礼就分很多种。洗礼就分了很多种。有的滴水类啊，有的休水类啊。有的点水，有的甩水。各种的姿势拢有啊。很多的姿势。各种的场所拢会使啊。很多的场合都可以。都方便就好啊。方便就好。那安尼，圣经为什么要写遐济？若是这样，圣经 要怎么写这么多？为什么强调是活水的？活水呢？怎么会强调是活水呢？使徒约翰为什么都爱在这个埃伦泉就是埃嫩泉底下的洗洗呢？施洗约翰为什么要在埃嫩泉旁边？因为是泉源。耶稣为什么爱去约旦河受洗呢？耶稣为什么要去约旦河受洗？活水的江河嘛。因为是活水的江河。那无去死海洗也使啊。那再不然去死海洗也可以。死海洗。是死水啊，不是活水啊。死海是死水，不是活水。为什么要去约旦河？为什么要去约旦河呢？有源头嘛，有一个源头。因为它有源头。但是真侪教会都无要照安尼做。但许多教会没有遵守。这洗卡礼嘛是同款啊。洗脚礼也是一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明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啊。说得很明白。对彼得安尼讲啊。对彼得说：“我若无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分啊！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真侪人咧解释这段，许多人解释这一段，就甲安尼想象去讲，这都是世间老师甲学生的情分尔尔啦。很多人解释说，这只是世界上老师与学生的情分而已。那是洗脚礼甲得救有关系，若是洗脚礼与得救有关，为什么后来的圣经拢无记载洗脚礼的重要性？为什么后面圣经没有记载它的重要性？所以有人就安尼用安尼解释啊。有人就用这样的解释。这吼洗脚礼跟得救无关系啦。洗脚礼跟得救没有关系。这唔那是其他的教会，更加是咱有诶主内一寡信者嘛开始咧摇移啊。不止外面的教会，有一些本会的信徒也在开始动摇。那主耶稣讲一届无遵守，要讲几届才遵守？主耶稣说一次不算，那要说几次才算呢？一遍都遵守了，一次就算了。所以这是值得咱要去注意的。这是我们值得要去注意的。要被真理来约束。要被真理来约束。有关这款的道理啊，就是爱遵照这个圣经的记载。有关这样的道理，就是要遵守圣经的记载。并且咱这教义，为什么叫做教义？
教义为什么称作教义？跟得救有绝对关系啊。与得救有绝对关系。有人讲吼，莫称作圣礼啊。有些人说不要称为圣礼。办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啊。我们办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啊，为什么爱有礼？为什么要有礼？因为主要说，伫这个马太福音吼，咧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阵啊。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受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一开始施洗约翰啊不敢当啊，一开始施洗约翰不敢当哦，但是主耶稣甲讲啊，但是主耶稣跟他说，来看这段，我们来看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新约圣经第三页，新约圣经第三页，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对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看见约翰要受伊的洗。十四节，约翰想要拿住伊，讲：我当受你的洗，你反颠倒上我这来吗？十五节，耶稣回答讲：你暂且温存我，因为咱应当这样尽主般的义，哦，或者做礼。对安尼，约翰就温存伊。耶稣来啊，这个。向约翰啊，甲伊讲啊，爱受伊的洗吼。耶稣来跟约翰说，他必须受他的洗。但是约翰不敢当啊。但是约翰不敢担。哦，讲我是爱受你的洗，那谈我洗你呢？我是要受你的洗，怎么可以我洗你呢？但是耶稣讲，咱是要立一个礼啦。但耶稣说，我们是要立一个礼。暂时温存我。所以你暂且许我。耶稣当然无需要洗礼啊。耶稣当然不需要洗礼，伊是无罪的神啊，因为他是无罪的神。但是伊为咱的罪来到世间啊，但他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要来定了啊，这个得救的这个典礼啊，要定下这些得救的典礼啊，所以伊就立了这款的礼啊，所以他立了这样的礼，他自己做喜欢啊，他自己当做示范，不论是圣餐礼也好，不论圣餐礼也好，洗脚礼，伊拢亲自喜欢呢。洗礼、洗脚礼，他全部都示范。亲自讲话、亲自定了这款的动作啊！他亲自说话、亲自定下这样的动作，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动作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才有讲到义啦，主般的义。这边说主般的义。啊，佮讲或者做礼啊，或做礼。你若不爱讲礼，啊，明明叫做讲礼咧。你若不说礼，那但圣经这边就说礼。这个仪式啊。这个礼就是一个仪式，比如讲，咱即马社会拢有足侪即个典礼啊，吼。社会有很多的典礼，总统就职典礼，吼。总统就职典礼，是讲即个毕业学生要毕业的毕业典礼，或是学生的毕业典礼，这拢是一种礼仪啊。这都是一种礼仪。结婚爱办即个婚礼，结婚要办婚礼，有诶讲爱办丧礼，吼。还有丧礼。等等啊，这有一个礼仪啊。等等的这些是礼仪。什么叫做礼仪？就借着一个仪式。什么是礼仪？就是借着仪式。将参悟。大家参与。阐明伊的意义。阐明它的意义。或者是借着动作来表明这是一种真重要的一种仪式。然后借由动作来表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这嘛留了一个证据啊。这留下一个证据。伫属灵来讲，这更加就是有伊的意义嘛。在属灵来说，这更有它的意义。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啊，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那这个礼不重要。若是这个礼不重要，主耶稣要亲自设立。那为什么主耶稣要亲自设立呢？表示讲主耶稣伊这个看重这款的这个礼。代表主耶稣看重这样的。所以设立就是要赦罪嘛。洗礼就是要赦罪。进入主耶稣同款嘛。如同主耶稣一样。设立了后。洗礼之后。天顶开了。天上开了，圣灵就降临，圣灵就降临，差遣他。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今天接受洗礼，耶稣的宝血给咱洗净，耶稣宝血洗净我们。圣灵都咱真侪洗礼了都得到圣灵啊，有许多洗礼之后得到圣灵，咱有真侪这新受洗就是安尼哦。有许多新受洗的童龄就是这样。信主之前，尚未信主之前，得到圣灵，没有得到圣灵。洗礼了后，回来祈祷，回来那个圣餐礼了后，祈祷，得到圣灵。洗礼过后，圣餐礼后的祷告就得到圣灵。这就证明讲主耶稣活着嘛。这就证明主耶稣的悦纳。变作神的爱子啊，主所喜悦的。是神的爱子啊，神所喜悦的。
圣灵降临。哎，所以这个真重要的一种，咱讲咱若讲用认证，这都是一个重要属灵的认证嘛。啊，这就是我们说属灵的认证。这款的这个典礼非常重要，这是照真理来做的。这样的典礼是非常重要，是照真理，是主耶稣亲自设立，与得救绝对关系，也吩咐我们要这样行。所以洗礼就是下罪吗？洗礼就是赦罪。你若无洗礼，罪还搁伫咧啊。你若没有洗啊，罪还在。是讲你无照圣经合法来洗礼，无圣灵罪悔见证，嘛这个罪还搁伫咧嘛。啊，若没有遵照圣经的洗礼，那这样罪还是依旧存在。哦，这都真清楚的真理哦。这是很清楚的真理。哦、啊，有的人就无要照安尼来遵行。有些人不愿意这样遵行。哦，安尼就是无要受真理的约束嘛。这样就是不受真理的约束。做这款代志唔是困难、啊。因为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困难。不是困难啊，唔是讲你一定做袂到的啊。并不是说一定做不到。哦、咱啊，教会安尼施行洗礼以来。我们教会施行洗礼以来，除了自己意愿无关啦，除非自己意愿不高，临阵脱逃啦，或是临阵脱逃。但是咱这无勉强，但这些我们不勉强。咱有办过无道者已经报名啊，审查通过啊，但是到洗礼场的时候，伊都不爱洗礼咧。有些慕道者他已经审查通过，但到洗礼场他就不要了。变反正咧，半暝啊食西瓜，反正哎，雄雄讲我不爱洗啊呢。突然就反悔说我不洗了。啊，无要洗，敢袂教会讲安尼？派两三个壮丁吼，甲压落去，你无爱洗吼，硬硬要甲你压落去洗。但无啊，咱拢自由意志啊。但我们不会强迫他洗礼，都是自由意志。哎，你要洗唔洗，你在你啊。洗不洗礼啊，在于你。而且咱的洗礼是申请者哦，申请哦，申请书哦。我们的洗礼需要申请哦。啊，佮审查哦。还要审查。哦，有人讲咱哪会使讲审查？有些人说，我们怎么可以审查呢？哎。啊，咱若无审查，凊彩人要来洗，咱就甲洗。啊，若不审查的话，那随便一个人都要洗都可以洗。啊，这样反而是害了他。因为洗礼了，若阁犯罪。如果洗礼后又犯罪，受阁较重的审判，又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这咱今天所教是负责任的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是负责任的教会。洗礼是非常的慎重，洗礼非常的慎重。合法的洗礼，一生只有一遍尔。合法的洗礼，一生只有一次。袂使讲吼，啊，我都后悔啊，我阁洗一届呢。啊，不能说后悔又再洗一次。我犯罪，我搁来要求教会洗一届啊。我犯罪，我再要求教会再洗一次。这就是咱看重嘛，咱受真理的约束嘛。这就是不看重，没有受真理的约束。咱来受真理的约束啊。哦，我们要受真理的约束。咱看重嘛，因为我们看重他。所以咱来慎重啊。我们要慎重。你的当事者，你家己会当表达你的想法，你的意志。当事人，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你的意志。安尼，你提写申请书。你填写申请书，咱袂强逼人讲啊，你都要洗礼，来这张单你一定爱甲写落。我们不会强迫别人说你要洗礼，你要填这个书。我嘛袂当甲你代替写，我若要代替写，我爱经过你的同意啊。哦，我也不能代替他写，我要经过他的同意。申请制嘛，因为是申请制。啊，都敢若咱去政府机关咧申请啥物资料同款嘛。如同我们去政府机关申请资料一样。你家己的需要。当事人你自己的需要。你家己表达你的意志。你表达自己的意志，你嘛愿意啊，符合应该有的条件。你符合应该有的条件。哦，克服环境的限制。克服环境的限制。哦，我就是要得到这款的这个啊赦罪的功效的洗礼。我要得到这赦罪的洗礼。因为我看重将来灵魂的得救嘛。我看重将来灵魂的得救。传统因无咧强迫的呀。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强迫。真要紧，咱希望哦，亲像主耶稣的心，咱啊希望万人拢会当得救啊。我们如同希望有神主耶稣的心啊，万人得救。哦、但是主无愿意一人沉沦啊。但主耶稣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哦、但是嘛，当事者伊愿意啊，伊家己欢喜甘愿啊。但也要当事人他愿意欢喜甘愿。传福音就是安尼啊。传福音就是这样。传啊。我们尽量去传、哦。但是必要有的这个仪式，这个典礼一定爱有啊。但必要的仪式典礼一定要有。哦，这是必要的要件嘛。这是必要的条件、哦，所以咱称作圣礼，这有啥物无唔对呢？哦，所以我们称为圣礼，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人讲啊，圣经也无这么什么圣礼的记载。有人说圣经没有圣礼的记载、哦。啊，这就是一个礼嘛。这边就说到一个礼、哦。当然有人讲啊，这都翻译的啊，无同款的手抄本翻译的、哦、有人说这是翻译啊、不一样的手抄本。哎、欸，毕竟都是有一个手抄本，就是翻译讲啊会当做礼啊。毕竟有个手抄本，就说可以翻译或做礼。哦、重要的就是讲，咱有这爱有这款的仪式啊。
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仪式、哦啊、然后回归到圣经的道理啊，然后回到圣经的道理、哦、接受圣经道理的造就、哦、的约束啊，受真理的约束、哦、这就是、啊、爱用真理来束腰，这是用真理来束腰，但发挥属灵的力量啊，才能发挥属灵的力量、哦、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兄弟姊妹啊，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哦、他读圣经也好，还是听道理也好，听道理也好，或是读圣经也好、哦、因为圣经的话、啊、让他有亮光，因为圣经的话让他有亮光、啊、他明白了、哦、心里就产生一种、这个顺服神的心，心中就产生顺服神的心、哦、道理明白了，道理明白、哦、他就愿意顺着圣经的引导了，他就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信仰的道路啊，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当这个腓力啊，咧向埃提阿伯的太监咧传福音的时阵啊，当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道理的时候，一开始就甲问啊，一开始问他，你埃提阿伯的这个官员吼，这个太监哦，伊安尼真用心啦，因为他发现埃提阿伯这个太监非常用心，嘛真刻薄啊，也很可慕。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吼。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圣灵将腓力啊，甲提到旷野。圣灵将腓力提到旷野、就是要来拄到这个腓啊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要让他遇见这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要甲传福音嘛，就是要向他传福音。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读，拄仔在读以赛亚书啊。这埃提阿伯的太监正好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甲问哦，讲你读的，你会当明白吗？腓力问他：“你读的，你明白吗？”伊讲：“无人教我指教，因为没人指教我。我怎以为当明白呢？我怎能明白呢？”真客气，就请腓力起来，甲伊坐车。很快请腓力与他一同坐车。然后腓力就甲解释圣经的话啊。腓力向他解释圣经的话。当伊明白了后啊，当他明白之后，伊就要求要洗礼啊。他马上要求要洗礼。所以圣经明白了后。明白圣经之后，伊就产生了一种力量，他产生一种力量，伊就感觉要紧啊，他觉得很重要，所以就要求要洗礼啊，要求要洗礼，所以为什么要求洗礼？为什么要求洗礼？起头读圣经读无明白啊，起初读圣经不明白，后来这个执事啊，腓力执事甲指导啊，后面腓力执事指导他，讲解啊，讲解，圣经讲啊，对伊传讲耶稣。对他传讲耶稣，伊就知，伊就明白啊，原来就是要靠耶稣罪才会当得赦免啊。他明白要靠耶稣罪才能赦免。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救世主啊。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世主。所以到了有罪的所在啊。所以到有水的地方。就要求讲啊，这有罪吼啊，我受洗有啥物妨害？这边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害呢？就甲洗礼啊。就给他洗礼。所以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一个人信主的过程，真理清楚明白啊，因为真理的清楚明白，所以愿意来接受啊，所以他愿意来接受。咱这是信仰的灵修跟服侍嘛是同款啊。我们日常的灵修跟侍奉也是一样，都是用真理做指导，也是用真理当做指导。圣经的话就是真，就是这个灵修跟这个服侍的这个指导的指南针啦吼。圣经就是灵修跟侍奉的准则。为什么咱要聚会？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要守安息？为什么要守安息？为什么做圣工？为什么做圣工？都对圣经来明白的嘛，都是从圣经明白了。这个爱比真理来约束，所以要被真理约束。愿意比真理约束，愿意被真理约束，有力量来对抗魔鬼的攻击，才有能力来对抗魔鬼的攻击。对真理不够明白，若对真理不够明白，爱照真理来约束。没有不照真理来约束，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意思，很容易就叫魔鬼掳去啦，就很容易被魔鬼掳去了。这是值得咱去提防的，这是值得去提防的。早上先说到这边，咱过来唱诗，我们唱诗。